我都找你找半天了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姑姑和国主好像知道我们闯祖灵的事儿了。他们肯定会知道的，该来的总会来。你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本身就是百里野那个家伙把我绑去的祖灵，再说了，你跟季爷也是为了救我，又不是我们的错。大不了就被姑姑说两句，答应他以后再也不出来玩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这儿地形开阔，可以看见很远。哎，那个是雀儿吗？那是大雁，不是雀儿。我们北路的牧民说过，说雀儿飞百尺吃虫子。 但这大雁飞千尺吃鱼虾，大雁是可以横跨大海的。这一群，说不定是从北方飞过来的。北方啊，阿苏勒，你是不是想家了？ 你干什么？ 虽然没有北路的操场广，但是在这么高的地方骑马，你试过吗？上来上来上来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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